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环岛的第三天，一大早从雷市出发，计划用两天的时间自西向东穿越冰岛南部。这次环岛的主干道是冰岛的一号公路，也叫 Ring Road， 1974年建成，全长1336公里，像一条丝带把冰岛的东南西北连接起来。除了几个半岛以外，大部分必去的景点都在这条路的周围。一号路大部分路段都是柏油铺装的开放式双向单车道，六月初路上车很少，用巡航跑起来很轻松。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车流量不大，一号路上的交叉口基本都是环岛，没有红绿灯。还有就是一号路上的桥都是单边桥，规矩是先到先过。因为路是开放式的，所以经常能看到从路边牧场里溜出来的冰岛羊横穿马路，要多加小心。其实羊还好，至少它行动比较慢，最可怕的是有时你正以90的速度巡航，突然看到远处一个黑点径直朝你逼近，刚开始还以为是有车逆行，近一些才发现是冰岛马。就这货刚刚过马路来着，我们两边的车都下停了。如果和我们一样是逆时针环岛的话，出雷市没多久，你就能在左侧依次看到埃尔法拉冰川、索尔黑马冰川、米达尔斯冰川。其中离雷市仅125公里的冰岛第五大冰川埃尔法拉曝光率最高。还记得10年4月的欧洲航空大瘫痪吗？当时欧洲所有，没错，是所有的航班停飞，英国甚至派出了航母去接滞留在法国的英国人，这一切都是埃尔法拉喷发造成的。当地人形容比911更为恐怖，损失更为惨重，不过如今看起来它却很平静，和周围的青山、牧场、羊群和谐共处。过了雪山没多久，就看到了那新娘的面纱——塞利亚兰瀑布。瀑布落差60米，水流如丝绸从崖上滑落，比起其他瀑布的气势磅礴，它赢在优雅上。游客可以通过一条小径走到瀑布水帘的后面，从另一个视角去欣赏新娘面纱的魅力。塞雷亚兰所在的这一区域其实是一个瀑布群，火山融化冰川，冰川水流经不同的地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瀑布。沿着小路继续前行，还会经过几个瀑布和暗流，小路尽头藏着一个很值得看的洞穴瀑布，从远处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走近之后，山脚下有一条裂缝，裂缝里流出一条不太深的溪流，趟水进去才能看到藏在裂缝尽头的秘密瀑布。个人感觉这个瀑布比萨里亚兰更有感觉，只是刺骨的冰川水是一大考验。
怎么样？啊，水巨凉，特别特别凉。不过里边很美，有一段没拍下来，但特别的漂亮。挺潮的里边好像。还行，主要是水温巨凉。沿着一号公路继续向东，下一站就是斯科加瀑布。这里曾是冰岛的海岸线，不过如今水位下降，海岸线已经退至5公里之外。瀑布两旁的山上长满了绿色的植被，海鸟自由地穿梭在瀑布的水雾之中。传说瀑布下藏有维京海盗的宝藏，而瀑布旁的博物馆还展示有宝藏箱子的提手。再加上数不清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各种噱头使得瀑布声名远播。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瀑布而已，没什么太特别的。我们运气不错，在这里见到了传说中的双彩虹。接着我们来到了入围世界十大最美沙滩的黑沙滩，遍地的黑沙传说是女巫施法所致。沙滩对面的海上矗立着两块巨石，仿佛从海底长出，下过雨后沙滩通体黑得发亮，白浪黑沙极似一幅泼墨山水。要注意的是，这里不光风大，海浪更是反复无常，忽大忽小，每年都有游客拍照被卷走的事件发生，切记永远不要背对着大海拍照。海岸边纯天然形成的玄武岩柱整齐地排列着，就像教堂里的管风琴一样庄严肃穆。雷氏大教堂的设计灵感也是来源于此。附近另一处必到点就是镇子东边山上的维克教堂，建于1932年，教堂本身并不突出，也没有什么特色，但牛的就是位置选得好，用地产经济的话讲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教堂建在维克镇制高点上，周围被薰衣草环绕，可以俯览整个城镇和黑沙滩以及更远处海上的迪霍拉里。镇是冰岛南部重镇，人口超过600，别笑，这在冰岛确实算是大镇子了。
这里超市商店比较齐全，按计划呢，我们是在这里补充燃料和食物。吃的主要是在 Bonners、KR 和 Netto 这三家平价超市买。大家来超市一定要试一下冰岛国宝级小吃 Skyr 酸奶，它可是冰岛人家家户户必备的零食，每次过超市随手拿几个肯定没错。水在冰岛是最不用担心的，路上到处碰得到可以直接饮用的冰川水，自己备好瓶子就行。饮料可以试一下冰岛本地产的可乐，因为使用冰川水制造，被可乐总部誉为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不过实话实说，我是没喝出任何区别。采购完继续向东，路旁的景象由绿草变成了苔原，冰岛苔原也被称为冻原。连草都长不出来的火山岩上，微不足道的苔藓经过漫长的时光，成长为一眼望不到边、厚达20厘米的庞然大物。苔原、火山、无人区，不禁怀疑自己是否还身在地球。前几年 Justin Bieber 的 MV 在冰岛取景，为了拍摄效果在苔原上跳舞踩踏，结果被人骂到话，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踩苔原，你轻轻的一脚，苔原却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才能恢复。再往前开，你会发现一个规模巨大的石头起伏镇，这里很久之前曾是一片牧场，火山爆发将附近的居民和牲畜融为灰烬。最中间的小山坡上的石头堆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那时候这一地区还很危险，路过这里的维京人呢会搭一个石头堆来作为地标，同时祈祷自己一路平安。后来演变成了传统，路过的人都会捡石头来堆堆，有点像我们藏族玛尼堆的意思。政府呼吁旅行者们不要去改动山坡上的石头堆，如果想体验呢，可以自己找石头在下面堆。今天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羽毛峡谷。从一号路下来，要走一段布满炮弹坑的碎石路，两驱车走这还是比较吃力的。峡谷深100米，长2公里，诞生于9000年前的冰河时代。这里属于小众景点中的小众，没什么人为干预，就是地球原本的样子。走上一圈，冰岛的那份孤独遥远之感展露无遗。最后我们在晚上9点多到达了位于教堂镇的酒店，酒店建在大山脚下，周围全是牧场，绝对的原生态。包早餐190加币一晚，是我们此次旅途中住过的最贵的酒店，不得不一次次的感慨冰岛的物价高，实在是高。这是我们的10号小屋，来看一看什么样子。
窗开了。OK， 厕所。在冰岛，这就算不错的酒店了。早餐过后，我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驶向了地球上除极地以外体积第一面积第二大的冰川——瓦特纳冰川。冰川覆盖了冰岛 8% 的面积，冰层平均厚度达400米，最深处达1000米。因为冰川上有大量的冰缝和滑坡，自行前往存在很大的隐患，一般都是报冰川践行团。我们参加的是2.5小时的团，出发前对地形和救援知识有着丰富经验的向导会发放安全绳索、冰爪鞋、冰镐等安全装备，边走边讲解冰山的历史故事以及注意事项。Cool, that's for you. There you go.走下来之后，我感觉冰川徒步真的是近距离接触冰川的最好方式。一望无垠的开阔风光，造型奇特的冰川构造，深邃幽蓝的千年裂缝，白色冰川与黑色火山岩的诡异交织，在地球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看到的。冰川旁的斯瓦提瀑布是另一处必看景观，从山脚下一路爬到瀑布，大约1个小时。
尤其刚刚完成冰川徒步，对体力的考验还是很大的。其实冰岛到处都是瀑布，在路上基本上每个小时都能看到一个。推荐大家去看的呢，都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这个斯瓦提瀑布，也叫黑瀑布，因其被悬挂在高空的黑色熔岩柱包裹而得名。六角形的熔岩柱是由于火山熔岩流动极其缓慢，一点一点冷却结晶而成。再次回到一号公路，继续向东，就来到了草顶教堂。因为冰岛没有大面积的森林，木材极度缺乏，早期建筑呢普遍采用草顶结构。这座教堂建于1884年，是冰岛最后一座以草顶样式建造的教堂。回到一号路，向东北方向行驶30分钟后，就来到了杰古沙龙冰河湖。杰古沙龙是一个冰川泻湖，湖底深达200米，湖水湛蓝清澈，各种形状的巨大的冰块从瓦特纳冰川剥落后漂浮在这片泻湖中，以极其慢的速度流向大海。与杰古沙龙一桥之隔的泻湖入海口就是钻石沙滩，海浪将冰块打到黑色的沙滩上，远远望去犹如钻石洒落，因此得名。不过六月初温度偏高，沙滩上的冰块寥寥可数。
继续行驶一个小时就来到了东南部拥有2100人的渔港重镇霍芬镇，采购食物，然后加油洗车。顺便说一句，冰岛的加油站一般只提供95号汽油和标准柴油，加油站的自助洗车都是免费的，即使不加油也可以用。霍芬镇还有另一个更为食客熟知的名字，龙虾镇。到了这儿不吃龙虾是说不过去的。当地料理龙虾最出名的是这家位于港口边、建于1937年的 Humerhofen 小餐馆，拿手好戏是烤龙虾和龙虾披萨。冰岛龙虾生活的海水偏冷，所以长不太大，尺寸比波龙小，比小龙虾大，肉质很好，厨师料理的很棒，烤过的龙虾内部依旧多汁，咬下去爽口弹牙，来冰岛一定要试一下。好了，这集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订阅，咱们下集再见。